中十三甲起兵，杀敌抗外来，统一女真，建立后金。我要建州成为女真最伟大的部落。一代君王努尔哈赤，殿下满清三百年的辉煌。建州要生存下去，要实现我们的抱负。我朝廷翻脸之日，就是我们拿下叶赫之时。一代枭雄的铁血传奇，未来娱乐台《努尔哈赤秘史》。